komal faaiz nukhba simima hefei hefei shi anhui sheng hefei shi anhui sheng nanjing shi jiangsu sheng nanjing jiangsu因为外面有冠状病毒会把人家给弄死。我猜是三个小时的火车。我在家里学习玩看 iPad 还有打扫房间，帮妈妈。我在家里玩，看iPad和学习。我锁在了家里，我想出去玩球。 和去公园里玩，和在外面玩跳跳板、骑自行车、还有打羽毛球、棒球、网球、骑自行车。 我们很少出门，要出门的话戴口罩。旅行时，如果有人已经被感染了，我们也会被他感染的。如果有人本来就有冠状病毒，他不知道。 他摸了一个表面，我们也摸了那个表面，我们也会被感染的。如果我们旅行有90%机会被感染，因为很多人在飞机中使用相同的座位，他也可以感染我们。巴基斯坦人民也可能被我们感染。我很想去巴基斯坦，但是不能去，因为。 因为到处都是病毒，我们会得坐三四辆车、公共汽车、火车和飞机，旅行到处都是病毒，不安全。武汉加油！武汉加油！武汉加油！